这么特别，咖啡粉竟然能入菜。咖啡粉，而且要最后下。喝咖啡我们会加什么？奶精、牛奶。好，你记得咖啡粉不要太重，太重你的这道菜的病。哦，好特别哦。好特别，对不对？给我的吧。真的有咖啡香。今天晚上6点，33厨房。